燕子，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姚三和让你给我报的信儿？哎，俺知道这事儿瞒不过你，娟子姐。但是司令这么做，真心是为你好。你甭替他说好话，一提起这事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司令对你一心一意的，娟子姐。我知道他对我好，但他不能拿杀赵文忠这事儿来吓唬我呀。这事儿我记他一辈子。 娟子姐，哎，娟子姐，俺算看出来了，这司令上辈子欠娟子的，谁说不是？可不，弟兄们，俺们少佐让你们放下武器。团长，兄弟们拼死拼活给皇军卖命，他们却把我们的姐妹和女人送进了军营。 我不干了！想让我们放下武器，除非放了我们的家眷，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们绝对不放下武器。对，王副将兄弟说的对，绝对不放下武器，绝不放下武器，绝不放下武器！这是你们自己找死！冷静，冷静，都不要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哎，王副少佐，于团长这是干什么呀？ 快快快，走！张三富，啊，姚三和到底把你爹放了没有啊？于团长啊，皇军抓了这么多女人，姚三和就是再混蛋，他也知道这事儿的后果呀，哪敢不放我爹啊？姚三和既然知道后果严重，为什么向皇军要30万大洋？哎呀，你别听他瞎咋呼，他就是想浑水摸鱼。光凭说不行，我要见你父亲。 哎呦，安门少佐，姚三和已经把我爹从后山送回城里了。赵三富，为了你爹，这儿差点刀枪相见，血流成河，你爹到底安的啥心？哥，来干嘛来了？安门少佐。 宫泽大佐让我给你们送个信儿，说赵希之已经回城里了。嗯，我说什么来着？坂本少佐，姚三和这就是认怂了，啊！好了，大家都辛苦了啊，都辛苦了。张队长，还不赶紧让坂本少佐回城休息啊？ 于团长。 希望你不要介意，少佐。还是希望你能够体谅于团长的难处，他也是身不由己，这么多弟兄看着呢。但是少佐，请放心，我和于团长一定会一如既往的为皇军效忠。好，回城。哎。 回来了，您没事吧？能有啥事儿啊？我和小姑都快急死了。娟子姐，姚三和真给你面子。哎，文忠哥呢？他怎么没回来？哦，啊，他办完事儿就回来了。谢天谢地，这事总算过去了。哪那么容易啊？进去吧，爹。 于永顺，为了那些女人，竟然与我们为敌，刀兵相见，我岂能容他？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个于永顺对皇军一直怀有二心，必须严惩不贷。那李专员的看法呢？治安团为皇军效力，
你抓了他们的家眷，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听着，顺从皇军责用，不顺从就应该消灭他们。まあまあ落ち着け。イオンシュンは謝ったじゃないか。赵文忠も引き続き皇軍に忠誠すると誓った。この事件はもう終わりにしましょうよ。大佐、ご理解できません。坂本、義をもって義を制すかのように、品人を使って品人を統治するのが我が大東亜戦争の基本的な原則だ。宫泽大佐给这赵羲之两天的期限已经过了，现在的赵羲之既然回来了，是不是该让他交出这金藏图？如果赵羲之仍然不肯交出金藏图，大佐会如何处置他？如果赵羲之今天不交图，我们马上行动。干爹，我帮您沏茶。哦。哥，姚三和没把你怎样吧？哎，我救过他的命，他能把我咋样啊？可他一开口啊，就是三万大洋，连赎票都送来了。你别听他瞎咋呼，这个混小子还算义气，好吃好喝的，把我当亲爹一样供着。那可真是我们娟子的面子大呀。可不是啊，为了让三盒子放我和文忠下山，娟子都动了刀子了。真的？娟子，你可真行。娟子姐啊，绝对是女中豪杰。其实啊，我还真想趁着这些天呀，好好的清静清静，可谁知道小鬼子又追到了麻子岭，非逼着三盒子送我下山。这绕来绕去都是为了金藏啊。干爹，姚三盒绑架您究竟是为了钱还是为了金藏啊？哎呀，他呀听风就是雨。难道他也在打金藏的主意？姚三盒就是鬼迷心窍。干爹，您不会把日本人跟您要的那张金藏图给姚三和了吧？若心啊，以后在家里不要再提什么金藏了，啊？干爹，您生我的气了。好了好了，我爹被日本人的事儿已经弄得够烦了，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娟子，若心也是为了你爹好，别埋怨他了啊。小姑，没事儿，娟子姐说的对，我这人有时候没心没肺的，看不出眉眼高低。若心啊，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记住我的话就行了啊。是干爹，您的话我记住了。哥，你还不知道吧，昨天听说你被姚三和绑了，若心啊把他娘留给他的镯子都给当了，独自上山去赎你去了。有这事儿？干爹，这没什么，我也是一时心急，脑袋一热就去了。以后不许这么做了，你要出点什么事儿，我于心何安呢？我怎么跟古义府交代啊？好吧，我听您的。爹，我做饭去了。伯父，姚三哥这么一折腾，让您受苦了。他没事儿，小婉呐，让你惦记了。
小姑，伯父还在生我的气呢。伯父，宫泽大佐那天到家里来，我说的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我也是身不由己。你来还有别的事吗？要是没有，你可以回去了。伯父，我来还有一件事情要说，也许说出来您还是不愿意听，但是必须要面对，那就是金藏图的事。林小姐，我跟赵老先生有公事要谈，你不是这家的人，请你回避。李专员，你为什么总跟我过不去啊？若心，就在这儿听着，没啥要回避的。哎呀，好了好了，若心啊，既然他们有公事要谈，你还是先回屋吧。啊，伯父，今天晚上8点就是宫泽大佐让您交出金藏图的时间，我想知道这图您是交还是不交。我交会怎样？不交又如何呢？以我对伯父的了解，这图您一定不会交出来。您跟日本人硬碰硬的，但是我要提醒您，宫泽大佐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您误会我了。交图的事，我希望您和文中还有小姑好好商量商量，不要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李小婉，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变成这样，竟然帮着日本人来抢金藏。别忘了，你是中国人。娟子，送客。小姑，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劝劝伯父。赵大夫，你父亲还好吧？没有受伤吧？多谢关心，我爹只是虚惊一场，平安回来就好。多谢大佐出手相救，要不然我卖房子卖地才能还上姚三河要那30000大洋赎金。哎，区区小事一件，不必挂在心上。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您说。让姚三河这么一闹，我给你父亲2天的期限已经过期了。是啊，大佐，如果金藏图在我手里，我现在就可以交给大佐。我不要如果。你回去迅速劝说你父亲，金藏图必须马上交出来。是，我一定尽力。但是工作大佐，姚三河绑架了我爹，让我爹受了惊吓，能不能再宽限一点？你听好了，啊，交图时间不能超过今天晚上8点钟。万一我爹……我不希望万一。如果万一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客气了。我得跟你们说一下，日本人今天晚上就要来了，你们不要替我担心。他们现在认为我是他们找到金藏的关键人物，所以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哥，你这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拼到底呀？要我说，最好不要和日本人把关系搞僵，那样的话，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文中，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金藏图交出去。既然有三张金藏图，爹，您就把您手里那张图交出去，您也算是过关了。宫泽那边我也有个交代，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啊？岂有此理！金藏是咱们中国的国宝，他日本人说要就得给他呀，不给他他就抢就杀人。 主持已经被他们逼得自焚了，下面是不是就该轮到我了？文龙哥，你说日本人真的会向咱爹下手吗？一切都有可能。那可咋办啊？放心吧，娟子。 我会尽力在日本人面前保护咱爹。娟子，等文孝伤好一点，你们还是走吧。你咋又说我不爱听的？上次在麻子岭你救了我一命，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你不用谢我，为了你，我啥都不怕。我让你和文孝一块走。 是怕金藏的事儿把你牵连进去。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能走了。我不会离开你的。真拿你没办法。娟子，哎，爹，饭菜马上就好了。哦，该给文孝换药了，我差点忘了。一会儿你陪我去一趟啊。爹，门口有侦缉队的人，您去不方便，让娟子去吧。是啊，爹，我自己去吧。 啊，也好，你去告诉文孝，让他安心养伤，别总想着金藏了，想也没用啊。哎，燕子，你给文孝换药的时候，路上小心点，千万不能让侦缉队人盯上。我知道了，放心吧。说啥你都知道，这药咋带去啊？咱得想个办法。哎，这事儿啊，听你哥的啊。 文孝，咱家门口都是便衣，爹不方便过来，让我来给你换药。哟，娟子，你还真会想主意，哪是我呀？多亏了文东哥，要不然呀，非让便衣得个正着。行，那你们先换药，我先出去看看啊。哎。
哥，我还是觉得这娟子特别可疑。你想啊，他心里边要是没鬼，他为什么把咱兄弟半道给甩了呀？嗯，有道理。你说他会去哪儿呢？要是这赵文孝还在城里呢？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赵文孝，告诉弟兄们，以后娟子的行踪也要格外注意。明白，我绝对饶不了他。組長に渡してくれる。取り扱いに気をつけて。大佬，放心。来了。文忠哥。你去哪儿了？我去当铺了。那玉镯，毕竟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我想把它赎回来。赎回来了吗？没有。赎金太高吧，这事交给我办吧。你要说什么？文忠哥，我很担心，伯父拒绝把金藏图交给日本人，会是什么结果？我再劝劝我爹，不能为了一张金藏图跟日本人闹僵了。我知道眼下最为难的人就是你，但是我又不能帮你。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知道，谢谢林小姐。你总是跟我这么客气，一点没拿我当妹妹，你就不能像对娟子姐一样对我吗？林小姐，跟宫泽说话，你要婉转点啊。小姑说的在理，一句话有一百种说法，该怎么说话不用你们教我。宫泽大夫，里边请。大佬来了，平安无事就好，没有受伤吧？赵老先生被匪贼绑架，是我们没有做好保护的职责，对不起，让你受苦了。文忠，请宫泽先生他们就坐吧。宫泽大佬，请坐。好，谢谢。大家都坐吧。娟子，给客人倒茶。哦，不必了，谢谢。赵老先生，我今天特别为您带来一盒长白山大人参。欢迎之秘，撒先生那塞。嗨。据说，这条老参
很长年头了。复脉安神，滋养元气，请先生补补身，压压惊。哎呀，如此贵重的礼物，我享用不了啊，还请你收回去吧。哎呀，爹，这是宫泽大佐的一片心意。我明白，前一秒还在送礼物，后一秒就该要东西了。既然你这样讲，那我就开门见山，不绕弯子了。赵老先生，8点，时间到了。金藏图可以交给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金藏图。老先生，你是个明白人，交不交金藏图，关系到你和家人的安危，包括赵团府。宫泽大佐，我可是一直在努力地为皇军寻找金藏图，绝不敢有半点马虎啊！就在你们来之前，我还在劝我爹，啊，赵希之，摆在你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交出金藏图。我跟你们说我没有图，你们不信。这样，你们可以随便搜啊，赵先生。我这个人不喜欢暴力，我相信你是和住持一样的人，为了金藏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如果因此搭上你全家人的生命，你又于心何忍？他们可是你在这世界上血浓过水的亲人呢。其实摆在你面前的情况很简单，交出金藏图，我们就是朋友；不交金藏图，我们就是敌人了。一生一死，取决于你的一念之差。我想奉劝你一句，人不可以做缺德事，否则一辈子都会做噩梦。よしわかった。拘束して連行しろ。小泉、連行しろ。はい。好。哎，这是要干嘛呀？带走。你要干什么？不能带走，不能抓我爹呀！伤害我的家人，我会跟你拼个鱼死网破的。宫泽大佐，如果赵老先生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金藏的线索可就断了。よし、話してやれ。全員引き上げた。赵团副，你应该最知道对抗皇军拒绝交图的后果吧？宫泽大佐，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还请宫泽大佐再宽限我几天，我一定劝说我爹交出金藏图，一定。赵老先生，看在你儿子的情面上，我今天先不和你计较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干爹，您没事吧？我没事。哥，我还嘱咐过你跟日本人说话当心点儿，你就是不听。把这东西扔出去。干爹，我帮您先沏壶茶吧。爹，刚才那阵势您都看到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日本人的耐心是有限的，这金藏图您迟早得交出来。爹，您先喝点茶吧。太さん、あのちゃんころは地図を渡そうとしません。どうして手を打たないんですか。いや、君は知らないだけだ。彼にはもうすでに手を打った。おっしゃってる意味がわかりません。坂本。はい。赵西之みたいな品人には必ずしも武力は必要ない。時には手を変えた方が効果的だ。さあ、明日の朝、開幕だ。楽しみにしとけ。娟子姐，茶给您泡好了。爹，您这咋了？哎呀，不知道咋回事，一早起来就浑身发冷。哥，你这就是早上没吃饭，空肚子闹的。来，快吃吧，先喝口热茶。我还得躺着去。来来。爹，爹，咋了？干爹，哥，干爹。爹，咋了这是？你爹他发烧了，赶紧把他扶到屋里去。来。我爹咋突然病了？爹，爹，您有啥话慢慢说啊。哥，你感觉咋样啊？爹，爹，爹，哥，爹，哥，爹，爹，你哥，小郭，我爹这是咋了？早上起来还好好的，突然说冷，这就晕过去了。小郭，干爹这病来得及，咱赶紧送医院吧。论医术，在赵城除了我爹就是小姑了。小姑要是看不好，别的大夫来了都没用。要不找西医试试？我到县医院去找徐医生，他是赵城最好的西医了。文忠哥，我跟你一起去。你在家照应着点儿，都别慌啊，都别慌，我去去就回。
小姑，药煎好了。哥，这到底是咋了？你不能就这样撇下我们。 大佐、赵羲之が病にかかり意識不明と聞いております。どうだ、分かったか。俺の命令で大砲イカがそいつに与えた懲罰だ。イカ？誰がイカなんです？それは君の知ったことではない。国費事故だ。赵羲之の身柄を拘束し、長女から連れ出し、太原へ送れと陸軍省の命令だ。国民党軍、それからバルー。 ヤオサンホラドの繋がりを断ち切るためだ。まあ、赵羲之が我々の手にさえ落ちてしまえば、あとは薬物で剥がせ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だろう。じゃあなぜ今赵羲之を捕らえないのですか？薬でやつを操り、金像の図を剥がせるべきです。いえいえいえ。坂本君。はい。弦を締めすぎると 切れてしまうぞ。昼食みたいに塩を持って抵抗されたら困るんだ。なあ。じゃあ大佐の計画がうまく運ぶように願っております。うん。大夫。<笑> 我爹得的是啥病啊？请问，病人在晕前有什么症状？他就是说有些冷，然后浑身打抖，脸色苍白。胸口有没有疼痛、发闷？那倒没有。从目前病人的情况看，病人的心跳、脉搏虽然微弱，但还算平稳。但是我建议 最好给病人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包括抽血化验。那就赶紧做吧。县医院没有这样的设备，我建议你们把病人送到省城的大医院治疗，千万不要耽误。万一是肝肾受损衰竭，那可就危险了。杨掌柜，哟，张队铺啊。 喜事儿啊！就你那朋友，赵文忠他爹，病得不省人事了。哎，我说你这人，你良心让狗吃了，人家他爹生病，你咋那么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张家跟老赵家有世仇，这回赵羲之眼看就要玩完了，我能不高兴？哎，他得的是啥病啊？听说是治不好的病。 只有等死了。哎，怎么你还心疼了？你这……我跟你说啊，赵羲之他活该，谁让他跟这皇军作对的？死活不交出那张破图。报应！要我说呀，皇军对他很善，要是换成我，直接弄碗羊汤，我下点砒霜，我直接要死他，省事儿。 张队副，今天这羊汤你还喝不喝了？喝呀，两大碗。那你就不怕我把这羊汤里放点砒霜，我毒死你啊？二小，哎，来上点砒霜，给他毒死。啊，姐，上羊汤。哎，快去。好嘞。<笑>
爹，爹，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小婉来了，小顾。